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热爱山拿，但是永远拢无法度过来爬山咯。安尼痛苦，有啥人会当了解呢？这是36岁秀秀真实的故事。读大学的时阵，伊是登山社的社长，伊的脚架打遍着全台湾。但是九年前确诊得着小脑萎缩症，人生从此来走进变调。这几年来，秀秀甲伊的妈妈张淑惠全力推动病人自主权利法，希望为病友来发声。但是随着病情愈来愈歹，秀秀规身躯硬僵，无法度讲话甲行动，尾啊拢爱坐轮椅咯。伊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回到合欢山的登山口牧岭，再一次来看壮丽辽阔的台湾的山岳。伊敢会当来完成心愿的？一路上阁爱克服啥物款的困难呢？咱做伙来看秀秀圆梦的计划。在那个五岭的地方，看到他曾经去过的那几个白月啊、山峰啊，那美丽的云山景。第三行，一二三，好，第几个字？好，嗨，大家好，嗨，秀秀，嗨 ，Hello， 加油加油哦！无法度言语行动，倒伫个轮椅顶，小脑萎缩症的朋友刘玉秀，也是露出着歹势笑容。热情甲来拜访的阮拍招呼，伊的母亲张淑惠甲协助，用 iPad 面顶的注音符号，一个一个拼出着想要讲的话。这都很硬诶。放松，放松。秀秀放松哦。大概隔多久啊？基本上他不定期都会讲，所以有空就帮他按一下，就看到他这样面就。36岁秀秀，九年前确诊得着小脑萎缩症。初期发病时阵，走路摇摇摆摆，真会摔倒。到后期，已经无法度走路吞物件，呼吸困难，身体硬僵。目前医界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只会当透过药物减慢恶化。两年外来，秀秀抗病的日子，也是坚持做复健。加油！好一点了。他们会看到你好勇敢哦。他大学毕业一年多以后，他上班，然后常常骑摩托车就摔倒。然后有一天，妹妹就跑下来跟我说：“妈妈，为什么姐姐要吃跟爸爸一样？”然后我吓到了，我赶快砰砰砰砰砰跑上，他在三楼跑上去。我问他原因，我们两个母女抱头痛哭。我才知道，医生告诉他说，你有可能跟爸爸一样的是小脑萎缩症。一起靠啊五个人，爸爸甲秀秀拢不幸来调病。2018年，爸爸过身，加上家己的病情恶化，秀秀的心情有够歹。加在李亲友的鼓励下，伊学做阿花讲非洲鼓，甲妈妈做伙担任生命讲师，更加启动巡回演讲，鼓励少年学生。他就封闭自己有3年，这是基因的问题，也不是爸爸的错，也不是你的错。那我们你这样，如果你因为这样而让你自己闭锁自己，非常的辛苦，我们家人一定会协助你。病痛和老幼受更加珍惜当下，伊甲妈妈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感情病主法通过重要推手，已经来签署着预立医疗决定书，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拒绝用人工的方式来维持生命，家己的生命要家己做主。我希望病主法能够让病友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自己决定我要不要
一些维生器材。当我的生命已经到都没有办法，也就是没有疗效的，无法复原的这个状况之下，由病人来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医疗团队或是家人或是其他的因素让他就是只能靠着呼吸器，靠着什么这样子的生活。病主法这个最后的医理度应该是这样子才对。看到翁婿甲查囝拢深受罕病之苦，小小的母亲张淑惠呼吁台湾跺着全球医疗的脚步，深入脑壳，透过解剖大脑，找出病理的变化，为罕病患者寻求生机。罕见疾病啊，或者是老人失智症、痴呆症、帕金斯症，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是跟我们的人脑的组织有关系。那如果有脑库的成立的话，让医疗团队能够去做一个配对，比如说好的人的一个细胞跟一个生病人的细胞，然后这中间都要去做比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能够找出早日找出病因。两母仔积极为病人来发声。2019年，病情恶化的秀秀接受到英总居家安宁照护，但是伊有一个心愿也未完成。在大学的时候，易秀还曾经是一个登山社的社长，那带领的同好登月了好几座我没去过的山。自从他生病以后，就没办法，就只能在家里。读朝阳科技大学的时阵，真爱爬山的秀秀，甲登山社社友，捌爬去哩玉山、雪山、大霸尖山顶十外座的百岳。但是即卖伊体力敢会当负担呢？这段登山的旅程，佫将面临甚物款的挑战呢？2020年的9月，伫个桃园荣总病院，甲义电基金会筹划协助下，秀秀踏上异梦之路，目标是重回伊上爱的合欢山。偶尔会到附近的风景区看一下。每天，好，每天一定会去放风一下，然后绕一下。嗯，然后最近好像是心情的关系哦，那个张力好像没那么。对，我想说今天要出去坐的车子比较久，还有山路，对不对啊？所以帮你准备了晕车药。这座路程一点仔都未当凊彩，医护人员专程陪同应变。秀秀展开两天一夜的母领行，沿途身躯不时的翻硬症。脚还硬吗？还硬。右脚。为着要让秀秀度过长途跋涉之苦，司机大哥特别放慢车速。阿姨擘开着目睭，看到窗仔外一山踏一山，这秀秀哪像当咧回忆着较早相爱的山拿生活。问过玉秀，然后他说，因为合欢他自己有去爬过北峰，还有其他几座，那合欢山五岭是他就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然后想要再去一次的地方，因为他觉得那个景色就是对他来说非常的震撼。会不会的？他好像不算不太熟。对啊，因为我看车。牧岭海拔高度3275公尺，到月迄一刻，云雾大掉咧，能见度无悬，气温只有9度。小小甲厝内底人，伫个牧岭石碑前翕相纪念，克服困难完成梦想的这一刻，是感动嘛是满足。2、3，耶！不近而远，冷哦，很高山。这边如果没有雾的话，就是看出去就是这样。哦，就是整个山的那个山景就是这样。这个画面你都有经验哦。
看到四周围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群立，笑笑展出笑容，表达着伊快乐，嘛感谢大家陪伊做伙遗忘。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因美中不足的就是气候不佳，能见度30公尺吧，差不多30公尺真的是看不到。那所以，不过有到那个地方，我觉得这表示他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好想再去是吗？一二，因为没有完成，所以很想再去。我还是想要成全他的愿望，因为他的大学的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没有参与到，我真的没参与，所以。我也很想了解，很想知道哦，原来你的大学生活是这么样子的多彩多姿。秀秀当在经历不可及的病程，尽管病痛束缚伊的身体，但是无法度束缚伊的心，飞向山拿。这条生存的战道，秀秀依然是对生命充满热情，而且依然不放弃，向有更的方向来前进，而且为家己的生命创造上美好的回忆。